写意花鸟、出枝、天叶，其实都是有讲究的。创作一幅写意花鸟作品，先是要根据花卉内容来决定如何出枝入图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写意花鸟画中的基本构图——花卉出枝。欢迎给我的视频点赞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中国画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，共同进步。什么是花卉出枝？花卫出枝，简单说就是入图，把一张纸上标出八个可出枝的方位，图中圈上打叉的禁止出枝。由于出枝的位置不同，即便是上下左右边位的对应部位，构图的效果也各有特色。这些出枝方式较好的处理了主次、大小、长短、多少、疏密等矛盾，使画面达到不适合适、天地空灵、宾主呼应、变化统一、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。如图一二位出枝形成的构图称为小图式，三四位出枝形成的构图称为横伸下沉展开式，五六位出枝形成的构图称为横伸上沉展开式，七八位出枝形成的构图称为上沉展开式。下图式构图给人一种高悬的意境感受和飘逸洒脱的生机感，上沉式构图给人一种郁郁勃勃、挺拔向上的意境感受，横伸下沉展开式构图空且具丰富变化的潇洒之感，横伸上移展开式构图给人一种上扬的土貌感和兴盛感。当然，不同的花卉其出枝的方法也会有区别，各种出枝方法有时可以单用，有时也可以配合使用。但以民族组合和远方位变化丰富的多位组合，觉得我的视